历代志下第九章一节，示拜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，就来到耶路撒冷，要用恶的改名的话，试问所罗门，对伊的人真多，阁有骆驼、宰羊羔、宝石，甲真侪金。伊来见所罗门，就将心内所有的对所罗门拢讲出来。所罗门将伊所问的拢答伊，无一句未明白、未当答的。三节，示拜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，甲伊所起的王宫，桌顶的食物，新妇摆列得济，罗卜香槟跟随服侍，以及因的衣服装饰。酒井甲酒井的衣服装饰，阁看起伊上亚华殿的架，就讲也魂不附体。五节，对王讲，我伫本国内所听起论教你的事，甲你的智慧，实在是真的。我大声唔相信遐话，到我来亲眼看起，才知你的大智慧。人所甲我讲的，要无到一半，你的实际半过我所听起的名声，你的众信仆，你的罗卜，常常站在你的面前，听你智慧的话，是有福气啊。八节，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得乐的，伊欢喜你，让你坐伊的国位，为着耶和华你的神作王，因为你的神听以色列人，爱永远坚固因。所以设立你做因的王，予你秉公行义。九节，示巴女王将120塔连值的金、甲宝石、甲真侪的香料送予所罗门王。伊送予王的香料，以后毋捌有亲像安尼的。十节，希兰的罗卜、甲所罗门的罗卜，对俄非运金来，也运大香茶、甲宝石来。王用大香茶为耶和华的殿甲王宫做栏杆，阁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。犹大帝前毋捌看起亲像安尼。十二节，所罗门王照示巴女王所带来，王用礼物答谢伊，另外照伊一切所爱所求的拢送予伊。对安尼，女王甲伊的心腹倒去本国。十三节，所罗门当年所得到的金，共有666塔连值。另外，还有生理人甲客商所带来的金，佮阿拉伯遐王甲属国内省长，拢带金银来予所罗门。十五节，所罗门王用过派金拍做铜牌200面，每面用金600舍克勒，佮用过派的金拍做金牌300面，每面用金300舍克勒，拢下伫黎巴嫩树拿的王宫。十七节，王阁用象牙制作一个大宝座，用好金包伊。宝座有6层的架，阁有金的卡带椅，甲宝座3连。宝座上边有靠手，靠手边有2只狮徛地。6层架有12只狮徛地，每层有2只，倒边一只，正边一只。伫列国中，无有亲像安尼制作的。20节，所罗门王一切饮的器具拢是金的，黎巴嫩树拿的王宫一切的器具也拢是好金的。所罗门的时代，人看人无算什么，因为王的尊者甲希兰的罗卜。三个去塔斯，塔斯的尊者3年倒来一摆，再金银象牙交孔雀倒来。22节，所罗门王的财宝甲智慧赢过天下的列王，普天下的王拢来爱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予伊智慧的话。因大家带进贡的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。香料、炉、甲马，当年有一定的咧。第5节，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条，
有马兵12000，安置伫遐蹲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就是王遐。伊拉赞所罗门统管列王，对大河到腓力斯地，直到埃及的交界。王伫耶路撒冷，予人坐亲像石头，碧香茶坐亲像白杨的生栽树。有人对埃及甲各国为所罗门带马军来。二九节，所罗门其他的事，对头到尾，敢无记伫先知拿单的册，甲示罗人阿希雅预言的册，甲先见约多论尼拔的囝亚罗波安灭世的册吗？三十节，所罗门伫亚罗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共40年。所罗门甲伊的列祖同困，埋葬伫伊的老爸大卫的城。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。